芋头和鸭子的完美搭配。哎，师傅，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今天做一碗宇宙无敌爆炸好喝的芋鸭汤。哎，这汤啊，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？我看网上有好多版本。哎呀，我说过无数次了，好吃就是对的。这碗汤一定要选好的琼花鸭。洗好了鸭肉，跟冷水一起下锅，焯水焯下。锅中水烧热时，加入葱姜料酒汁，再焯五分钟就好了。时间到，给它捞出，用温水给它冲洗干净。我取一个槟榔芋头，去皮去换。哎，师傅啊，换芋头这个大家有很大的分歧，有的人是拿去炸完换进去，有的人是拿去蒸完换进去。我的做法喜欢拿去蒸，这样子油脂会少一点，汤比较清，但是炸的也很好吃，容易烂也入味。芋头的时间到了，取出来备用。把锅烧热，放入姜片、葱把，炒出香味，然后把处理好的鸭子放入干炒，炒香，放入料酒，继续翻炒，加入提鱼露，继续翻炒，加入开水，没过食材，倒入洗好的葱干，加一小块的冰糖，倒入高压锅，上气后压15分钟。时间到，先把葱把挑出来，加点味精进行调味就可以了。要取个砂锅，放入砂锅，加入蒸好的芋头，烧开后煮5-6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关注我，一天一道家常菜。